好，人多画面还要雷看到是今天这加盟展登场了，吸引了满满人潮，包括了像是早午餐啦、手摇饮还有火锅，还是很多人心中首选。就有业者呢，希望可以吸引到年轻人目光，因此寄出了最低0元加盟金或者是1万元优惠，期盼可以创造上万个就业机会，带动市场新商机。洋葱、蒜末、鱿鱼，用麻油爆炒，再加入昆布高汤和满满高丽菜火锅料，逐渐把招牌石头锅搬来加盟展展场，还寄出限定70万折扣，吸引许多民众闻香而来。100-200万都可以，台湾人就喜欢吃火锅啊。提出了相关的一个年度的保障毛利的一个优惠活动，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回本，什么时候可以获利，其实是每位加盟主最在意的一个部分。请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来助阵，现做茶饮，大力比赞。看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有市场的手摇椅优惠也更杀， Mr. Wish 鲜果茶玩家喊出下令现省20万元，还免收加盟金。疫情趋缓，然后大家这个越来越走出户外，所以整个的一个创业潮又出来了。那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开店状况呢来看的话，比去年大概同期我们大概成长了30%。加盟排行榜怎能少掉当前正夯的早午餐？像是拉雅汉堡就主打专案现折10万元，加上6万租金补助。早午餐都是以外带居多，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这两年反而在创业路上面选择这个业态，反而是逆势的一个很好的表现。百家品牌齐聚，也期盼创造2万个就业机会，带动市场新商机。记者叶志雄、刘轩台北参谋道。